假如我叫 M 的话，和我住在同一房间里的那个女人就该叫做 F 了。在安置前，所有的 F 和 M 都在公司的地下车库办学习班。那车库很大，我们在一头，他们在另一头，从来不聚在一起。但是有时在路上可以碰见。我们 M 胸前配了 D 字以后，多少有点灰头土脸的感觉。 走到外边，低头驼背，直到进了车库才能直起腰来。而 F 则不是这样，他们身材苗条，面容姣好，昂首挺胸的走来走去，全不在乎胸前的弟子。假如和我们走到对面，就朝我们微笑一下，但绝不交谈。我的一位学友说，他们都是假的，是公司雇来的演员或模特 看上去还真有点像，但这位学友是怀疑主义哲学家，犯的是怀疑主义错误。假如不是这样，我就会更相信他的说法。顺便说一句，这位学友一点骨气都没有，成天哭咧咧的说：“我的怀疑主义是一种哲学流派，不是怀疑党，怀疑社会主义呀。”假如一只肥猪哭咧咧的对屠夫说。 我是长了一身膘，但也没犯该杀之罪呀、啊。后者可会放过他？当然，没有骨气的人看法不一定全错，但我更乐意他是错的。现在我房间里有一个 F，似乎已经证明他是错了。上完班，疲惫的走回家，发现这间房子里完全被水洗过了，原来的燥气、尘土气。 被水汽、肥皂气所取代。当我坐在床垫上解鞋带时，F 从厨房里出来，高高挽着袖子，手背冷水浸得红扑扑的。他对我说：“把衬衣脱下来，现在洗洗，晚上就干了。”这时我心情还不坏。后来我光着膀子躺在烂床垫上，说：“你哪天去上班呢？” 问了这句话以后，心情就坏了。我已经说过，安置后我是个建筑工人，所以我就去上班。在此之前，我对这个职业还有些幻想，因为建筑工人挣钱很多，尤其是高空作业的建筑工。上了班以后，这种幻想就没有了。 他们把我安置到的那个地方，名叫某某建筑公司，却是在东直门外的一个小胡同里，小小的一家门面房里边有几个面相凶恶的人，而且脏的厉害。其实这是个修理危旧房屋的修建队。人家问我干过什么呀？我说史学家、哲学家等等。对方就说。 我们是建筑队，你会干什么？我只好承认自己什么都不会，人家就叫我去当小工。这时候我又暗示自己可以记记账，做做办公室工作，人家则狠狠地白了我一眼。于是我就爬上房去，手持了一根长把勺子去浇沥青，还得叫一个满脸粉刺的小家伙师傅。下班时，那小子说。 明天记着，一上了班，先要给师傅上烟。咱们是干一天拿一天钱，不合意可以早散伙。我答应着，心里却在想：给死人是上香，给你是上烟，我就当你死了吧。沥青是有毒的，闻了那种味道直恶心。房顶上没有遮阴的地方，晒得我头昏脑胀。 两个胳膊疼的像是要掉下来。假如掉下来就不疼，我倒希望他们掉下来。这个工作唯一的好处，就是每天算一次账，当天就有工资，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我上班的情形就是这样。现在该说说那个地的含义了。公司的人说地是发送之意。 安置就是把我们发送出去。听了这个解释之后，我就觉得自己是个邮包，很不自在。他们说，我们这种包裹有两种寄法：一是寄给别人，二是寄给我们自己。在前一种情况下，必须要有个肯要我们的人。举例言之，四零八那位太太，她是个退休的小学教师。 四十二岁时结了婚，四十三岁时生了双胞胎，同时遭丈夫遗弃，就到公司里去申请了一个丈夫。头天晚上，她以为我就是那个邮包。这种错误是可以想象的，嫌我太瘦弱，但没有说。后来她收到了真的丈夫，是个出租车司机，同时又是个假释的刑事犯。 虽然不瘦弱，却天天揍他，还说：“你敢去公司诉苦，我就宰了你。”但这都是后话了。我和 F 属于后一种情况，在公司学习时，他们说，对这类情形要实行三搭配：男女搭配、高低搭配、错误搭配。第一条是指性别，第二条是指收入，最后一条指什么？ 我不知道，说实在的，我对第二条抱很大希望，因为我已经是个每天只挣二十块钱的小工了，他再挣的少，那就没法活。我问他哪天去上班，他说我已经上班了。我问在哪儿，他说在这儿。公司给我安置的职业是家庭主妇。我听到这话，我都快晕过去了。 他还怕我晕不掉，从厨房里跑出来说：“我给你做家务，你可要养我呀！”我万分沮丧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安置前你怎么不这样讲？”众所周知，二十一世纪女权高涨。假如有位女士对男友说：“我让你养我”，这是至高的求爱之词。安置之前，假如有位女人对我这么说。 我一定会养他，除非他是安徽来的小保姆，而不养安徽小保姆，绝非藐视那个省份儿，而是一养就要养一大批人，包括他爹妈、他的七大姑八大姨，还有他的堂兄表弟之类，而且这些表兄弟里，还有一个是他指腹为婚的未婚夫，就在你眼皮底下不干不净。 这种现象被人叫做“灰斑进京”，多的时候一般有一二百人。所以，男人养了一个女友或是妻子，实在是体面的很，但是很难养到。有位女士说过：“谁要养我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：一，长得要像阿波罗；二，阴茎不短于八英寸；三。” 年收入在百万元以上，这些条件，尤其是第二条极难满足，因为中国男人很少长这么大，而且这么大并无用处，所以就是瞎说说罢了。所以男人家里很少有主妇，倒是有时候到某位女士家里做客时，能看到一位很体面的小伙子，主人指着他说：“我先生，我养着他。” 偷偷和他聊几句时，他皱着眉头说：“没办法，想过家庭生活。”与此同时，听到何东失吼，你们在干啥？要搞同性恋吗？”他赶紧灰溜溜去陪老婆，不敢像主妇那样吼起来：“我和人说几句话也不行吗？”这说明男人的条件不那么苛刻。综上所述，有女人要我养。 我不能拒绝，我只能委婉的和他算这本账。每天二十块钱，我们两个人怎么活呀？F 告诉我说，只要省吃俭用，两个人花二十块钱也能活。吃的方面，我们只吃粗茶淡饭，他绝不追求比我吃的好。穿的方面，他也可以凑合，只是要买一两件时装和几件内衣。 再加上一点骑马的化妆品、卫生用品，他就不再要求什么了。我知道这是要求我每年出勤三百五十天，天天腰酸腿疼，生不如死。这样规划了以后，他就把我今天的全部工资收去，一个子儿也不留。然后他到厨房里去做饭，我则躺倒在旧床垫上，长吁短叹。 从前述的情节里，你一定能想到，安置是四月底的事儿。那时候北京常是阴雨天气，就是不下雨，天也阴得黄惨惨的。就算是风和日丽，我也没有好心情。到了五月初，天就会连续晴朗。五月一日放假，当然也没有工资。我心情比初安置时好了一些，像一个男人一样收拾了这间房子。 用捡来的塑料薄膜把窗子上的碎玻璃补上，然后爬上房顶，用新学会的手艺修补漏雨的地方。在干这件事的同时，平高眺望这片拆迁区。当然，景色没有什么出奇之处，在四周玻璃大厦的蓝色反光之下，这里有十几座土红色的砖楼。 楼前长着树皮皲裂的赤杨树，楼前面还有乱糟糟的小棚子，是多年以前原住户盖起来的，现在顶上翘着油毡片。我还看到最北面那座楼房正在拆。北京城和近五十年来的每个时期一样，在吐出大量的防渣土，这个景象给我一个启迪。 我从房顶上下去，对 F 说：“等我们这座楼被拆掉时，就可以搬出去住好房子了。”他笑吟吟地看着我说：“住好房子，付得起房租吗？”这使我相当丧气，但还是不死心，说道：“也许我可以考个电工什么的，你也可以去考个秘书，这样可以增加收入。” 他继续笑了一下，就转过身去，然后我便更丧气地想到了和公司订的合同，服从公司的安置，不得自行改换工作，我很可能要当一辈子的小工，住一辈子拆迁区。本来我还想下午去外边找找，看哪个废弃的房屋里有门，把它拆回来安在自己家的卫生间里，但是我没了情绪。 就在床垫子上躺过了那一天下雨的时间。那一阵子我总是这样没精打采，因为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可高兴的。有关我想考电工的事儿，还有必要要补充几句。人到了我这个地步，总免不了要打自己的主意，想想还能做点什么。作为一个物理系的毕业生，很容易想到去考电工。 而作为一个喜欢在公路上和人赛车的人，我又想去考垃圾车司机。这些奇思异想都是因为当小工太累，挣钱又太少，还要受那个小兔崽子师傅的气。每次我想起这类的话头，F 总是那么干脆的打断我。假如他能顺着我说几句，我也能体验一点幻想的快乐。这娘们 没有一点同情心。我的舅舅得了汉语布克奖，为此公司派车把我从工地上接了去，告诉我这个消息。这个奖的钱不多，只有五千块，在我现在的情况下也算是一笔款子了。我向来是喜怒不形于色的，但是当坐在我对面的公司代表说：“祝贺我们吧。” 我还是面露不快之色，这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啊？他说：“怎么没有关系啊？你忘了我们的合同吗？你的一切归我们所有，而我们则重新安置你。”其实不等他提醒，我就想起来了。我站起来说：“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，我要回家了。”他说：“别着急呀、啊，现在还用得着你，你得去把奖领回来。” 还得出席一个招待会，我说我哪儿都不想去，那人就拉下脸来说：“合同上可有缔结双方保证合作的条款？你想毁约吗？”我当然不想毁约，毁约也拿不回损失的东西，还要白白住监狱。然后我就被带去洗澡，换上他们给我准备的体面衣服，到 U.K 使馆去，有两个彪形大汉陪我去。 路上继续对我进行教育，怎么着啊，哥们儿，不乐意呀、啊？不乐意，你就别犯错误呀。我说，我不犯错误会落到你们手里边。他们说也对呀、啊，你们不犯错误，我们也没生意。但是，这我们就管不着了。作为一个史学家，我马上就想到了，这我们就管不着了，像什么？ 他像上世纪六十年代林彪说自己是天才的那句话：“我的脑袋特别灵，没办法，爹妈给的嘛。”这我们就管不着了，和没办法是一个意思，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自豪心情。但我气愤的很，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骂几句。在汽车里不能骂，在 UK 使馆更不能骂。 那儿的人对操“操 ”“b” 这一类的音节特敏感，一听见就回答 “fuck you”，比听见 “how do you do” 反应还快。我忍了一口气，在招待会上狼吞虎咽，打饱嗝，而且偷东西。这后一种行径以前没有练习过，但是我发现这并不难，尤其是别人把你当个体面人，不加防备也是。 我总共偷掉了两个五金打火机，四把刀叉，四盒香烟，还偷了一本书。公司陪我的人只顾听我在说什么，一点没注意到这些三只手的行径。不幸的是，我吃不惯那些血丝，回来大谢特谢。我觉得自己赚回来一点。既然我的一切，包括体面，都归你们所有。 那我就去出乖露丑，为公司跑了这一趟，回来以后得了一个信封，里边装了十五块钱，还有一通说教。他说我没有体面，表现不好。晚上回家，我告诉 F 今天发生的事，还告诉他我在招待会上捣了一顿乱，多少捞回来一点。他说我还差得远。 公司从这个布克奖里得到的不只是五千块钱。我的舅舅得了奖后，肯定比过去畅销，会出外文本，还能卖电影改编权，所以我该平平气，往前看，还会有前途。往前看，我只能看到自己是个教沥青的小工，所以气也不能平。他又从另一面来开导我。 你不过是得了布克奖，还有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呢。这话倒也不错。从公司的宣传材料里我知道，被安置的人里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霍梅尼文学奖得主、海明威小说奖得主，有教皇科学院院士、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、撒旦学院院士。他们大家都犯了错误。 在公司的安置下获得了新生，相比之下，我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所以，我拿起了一根撬棍，对 F 说：“我出去找找门，找到了回来叫你。”我已经说过了吧，我们的房间里少一扇门。后来，我真的找到了一扇很好的门，把它从门框上卸了下来。等到招呼 F 把他抬回家里后， 我又懒得把它再安到卫生间门框上，因为我的情绪已经变坏了。我的情绪就像小孩子的脸，说坏就坏，一点控制不住，而且我也不想控制。